好，我们是与你分享 It's a Family。我现在在宜兰旅游哦，这里是宜兰市区观光工厂呢，这家叫做沙贝利娜精灵硬化学院。哎，这新开的吗？我之前好像没听过耶。其实它附近这一区的观光工厂啊，蛮多家我都去过的了，唯独这一家目前还没有看看，所以呢，我们决定进去。听说有好玩的 DIY 耶，要不要进去玩？出发！哇，好漂亮哦！这里有个中塔楼是吗？好美哦！这里真的很用心哎，做出一个像城堡的感觉。Hello， Sabrina， 我来呀、啊！这家店的图也太可爱了，入馆流程、介绍图都要画得这么 Q 版。目前呢，对，我们在这里，然后一个照的顺序，它这边。一个一个玩下去，门票呢是250元，它有包含一些 DIY 哦，所以我们决定全家买这个套票。我们现在上个厕所，就连墙壁都这么美，他把他们的硬画全部都印在墙上，非常有造型。来这边呢，都忍不住多看几眼他们的创作。拿到了入场券，进去走走吗？好可爱呢，可以拍照哦。原来沙贝利娜是安徒生童话的拇指姑娘。是吧？你们看，这个就是他刚刚说的拇指姑娘哦。他放大比你人还大，他已经没有小拇指这么小。创立了，怎么办？我就孤陋寡闻了，怎么以前没有听说呢？还是你太久没来宜兰了？也可能是，一年总是要来宜兰几次，你才会知道哪里更多好玩的。我们现在是不是进了故事里面了？对，它设计的好漂亮，梦幻。好美哦！这里它启程着它的飞行伙伴库卡，来到了一个遥远的国度，在这里它发现了。知识搜集完成，并且回到了亚细亚大陆的精灵国度中，风尘仆仆地来到了女王的森林学堂。我们可以用水晶钢加上梦幻硬台，轻松地将你的美学知识带到精灵国度的每一个角落。轻松地将你的美学知识，这个断句很奇怪哦。哇，有小桥。可以走吗？会不会掉下去？不会。哦，我听到奇怪奇怪的声音了。本来就会奇怪。这里还有火星印章哎，现在流行的不是吗？对啊。所以以后这些也会流行吗？有可能哦。我们看到刚刚的探险家精灵巴肯本人了。哎，天蝎座，真诚、忠心、机智多谋。喜欢旅行吗？跟我一样，直觉敏锐、机灵聪明，跟你一样。好了，这里怎么有一个星空吊桥？下面是悬崖吗？是吧？你这样走会不会害怕？下面是深渊哦，掉下去就不得了哦。哇，那有一个火龙哎，大火龙。你不是有火龙吗？你骑到它头上，你是要让它带你飞上天吗？哦，原来公元前3500年前就已经有印章的概念了哎。现在这个欧洲16世纪的火漆印章，就是现在小朋友最爱玩的。这些都是用盖的哦。对，随便盖的。这里的星空隧道好美。那其实是用印的。全部。全部。我现在看到的都是硬的。你看这个金色的，很漂亮吗？我们来了解一下，等一下那个印章要怎么弄。它是做那种水晶印章哦。好。志宝有玩过水晶印章吗？只玩过火漆印章。
只有火漆哦。那我们等一下就可以体验一下水晶印章会长怎么样。请问你们是在施展魔法 ？Magic。那我想听你念一段咒语，可以吗？不会念，没有学。妈妈不会施法，那我们请芝宝来施个法吧。不要，不要。好，好来。你有什么愿望？希望。希望爸爸每天都陪我玩。爸爸每天都陪你玩哦。那换芝宝来。好，下一位，希望你分享可以得到好多好多的赞赞。哦，好。那请大家看影片的人帮我们按个赞好吗？谢谢。原来后面这个就是水晶印章哎。哦，这里有一个印章的模型，用成一颗半球的样子。它这个完全变得越来越清晰了，而且它比头发还细哦，它只有头发的一半细，最丑的地方就在这里。哦，很细致哎，所以它才能雕出这么细小的一些图形出来，细成这样，看看。我们往下一个地方前进吧。哦，色彩学到了。你的生日是什么颜色呢？好航是这个金牛座，代表颜色暗黄色，个性保守务实传统哦，比较重视物质层面，做事刻苦耐劳，有耐力过人吗？说他的颜色就好，太多内容是不是？对，哦，这是特质啊，但不一定完全，每个人都一样。 对，然后来看一下芝宝的巨蟹座，代表颜色是亮蓝色哦，家庭的守护者，谢谢，家庭意识浓厚，谢谢，好好照顾妈妈。这里有花朵哎，哎，好，你看旁边，哦，吓到了，这怎么会动？他逃跑了，其实他就是一个会动的花而已，好不好？来，哦。哎，这边有个城堡。对呀。这边有个王子，去啦。其实这里面还蛮深的，对不对？来这里如果没有人的话，拍照真的可以拍很爽，因为真的好可爱哦。然后又有一些小知识，我们可以一个一个慢慢看一下。因为我们的门票呢，本来就是有包含 DIY 的，它可以折一个200元的东西，那你就可以选。假设你是选200元的，就不用额外再付钱了，就从上面选。你要等一下把印章盖在什么东西上面。如果你喜欢其他东西呢，就是直接抵扣200元，再补差价就好了。那然后它上面的这些素材呢，就是等一下教室里面都会有的，所以上面的是不用选的。等一下我们进去的时候再看就好了。我们现在主要是把那个主体给选出来，我们到底要盖在什么东西上面。然后这几柜都是可以看看的。木头啊，还是包包、水壶袋、衣服，什么都可以，就是到这一柜为止，都是你可以选你喜欢的。我们大人呢，就选择杯垫，还有笔袋。小朋友选什么呢？盒子、木盒，还有相框。盒子上完成，我们现在要进这个玻璃屋的教室。哎，它软软的，是不是？对，平的这一面呢，我们就把它粘在这个亚克力板上面。嗯嗯嗯。你要的印台颜色啊，直接用拍的方式拍上去，沾满颜色。对，不要磨，磨就不见了。哦。拍用压的，对，都有拍到颜色，我们就可以拿来哈，盖在你喜欢的地方，压5秒，1、2、3、4、5，这样就有一个单色图案。嗯。那会有颜料在上面残留，我们旁边师傅拿来擦一擦就可以了。哦，那第二种做法，我们还可以做出立体的效果。你选别的配色，一样拍上去之后啊，我们现在就是把这个图案叠在第一个这个单色上面，可是不用对很准哦，稍微错开一点点，1、2、3、4，这样它才会像后面有个影子一样重叠的感觉。对，然后一样擦一擦之后，我们再来做第三种渐层色。渐层呢，你可以挑出喜欢的颜色，从最浅最亮的这颗好先上色哦，这样子你的浅色印台啊，它才不会去沾到其他颜料，才不会脏掉。然后我们中间色就是往下面一点点，在第二层，然后最深的颜色就是最后再上色，大概是这样。嗯，漂亮。一样，5秒，一
1、2、3、4，这样就有建成了，好神奇。最后就是麻烦各位，我们印章擦干净之后啊，帮我们撕下来，一样是平的那一面，好，帮我们贴回去，然后透明的塑胶片这个再帮我们盖上去，放进书本里面。嗯，这样子。那爸爸妈妈在帮小朋友注意哦，我们这个 A B C 字母啊，如果你们粘在板子上面 A B C， 好，可是翻过来变 C B A 哦。好，所以你要帮他们检查那个左右顺序，有可能你 C 会是反的啊， B 也是反的。哦， OK OK。啊，听了老师说明之后有没有想法？原来每一种东西它的特性不一样，它的制作方式也完全都不一样。刚刚我有尽量努力的想把它背起来，我努力一下好了。然后呢，这个是防水印章哦，碰到手没关系，洗一洗就算了。可是碰到衣服是真的洗不掉，所以等一下大家卷起袖子来做比较安全哦。你知道为什么我要先选星座吗？因为呢，我们家每一个人的星座都不一样哦，我怕别人分错了。因为可以选择的真的太多了，所以我们家决定第一步先来把自己的星座选出来印在自己的作品上面。星座是第一关哦，来挑选吧。我们把平整的那一面贴在玻璃上面，接下来我们要选颜色，自己最喜欢的颜色。对，你也可以用渐层的也可以啊。我喜欢有渐层的。好的，来我们来比对一下，先不要压哦，先比一下，确定再放下去哦，要确定哦，不然放下就好。好看吧？不对不对，你那个怎么打开的？对，对准哦，先对准在那个压上去比较好。1、2、3，数五秒。1、2、3、4、5，看看，猫头鹰好了，紫色的好漂亮。接下来就让我自己继续创作喽。选木头系列的呢，不要选黄色，因为它会吃色看不见，所以我们先选一下其他颜色，再选一个，什么都可以，反正你要做很多，每个颜色都可以轮流用到。这个好，那就选下一下韩航的金牛座，它有凸凸跟平平，把平平的压在玻璃上面。准哦，先不要压，就对准了吗？对，有了。有吗？那就往下压喽，压着数五秒，选五秒，1、2、3、4、5。真的有哎！好，我们要继续努力喽。等一下，期待一下我们最后的完整作品。有艺术天分呐、啊，天生我材必有用。数到五了吗？哇，你的英文名字是这个？那你每一个都用渐层哎，你好厉害哦！不是你压好了吗？我看，是超强的，超强的，这个你的英文名字，好棒哦！来，我们看爸爸的，中途验收一下，很花，有点乱，不会，哎，芝宝做的也不错哦，哎，你们建成都好厉害哦，我都还没开始尝试，这个漆是我的，还是要英文，我的，你也懂吧？我也懂，我的生日，还有那个我的岁，好。好的，我们的作品已经完成了哟，给大家秀一下。我们从爸爸开始说好了，你做了些什么？我的创作的话是做这个杯垫啊，它杯垫我印了一个星座在中间，然后旁边下面有一个数字，一些绿叶衬托我的星座，然后上面就随便改，然后有一个 S， 我的 S 哦。还有呢？下一位，520没有讲到。520就是我爱我们全家人哦。Yes， 好，我们韩航讲一下。
你买的是相框对不对？那你做了些什么图案？对，然后印了什么上去？还有我的生日4/25。还有呢？最下面是什么？最下面是我的英文名字全都。哦。背面呢？背面有做吗？做一点点，没有盖很多。有盖狮子，还有蜻蜓。盖一些小东西，然后 SS 一样 SS， 对，还有王子，王子，王子，还有狮子，狮子，狮子。好的，那姐姐介绍一下你的木盒。这边有两条线，嗯，这里打开，上下分开了，蛮有创意的。好，旁边，一杯杯，它的图案都卡中间这样，对对对。很有自己的想法。那上面有什么印记吗？有。哪里？我的星座，巨蟹座，里面有公主。这超厉害的，他自己把它印在最里面。能印进去的也是个功夫。对。我不是用那个哦，我是直接把它撕下来。用手。然后呢，我觉得小孩很厉害的是，他们都有用渐层，他们用很多色彩的叠加去印出他们想要的图案。我比较简单啦，我就单一一个颜色这样子印了一下我们 SS Family。然后后面因为芝宝说他可能会拿去当他的笔袋，所以我只好硬是加上他的名字，我的名字加他的名字。对，说不定以后他上学就会带着用了。真的，超好玩的。我说这个很好玩，对不对？对，下次再来。下次再来，对，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再来的。我要跟姐姐一起做这一个。你要做盒子是不是？下次还说不定有新的，下次我们可以做一些别的东西哦。我们买的这个券呢，它除了可以当抵用券之外，也可以免费兑换哦。你可以选择星座加生日的那个月份的印章，这样一组哦。芝宝，你想要哪一种？要换这种回家印吗？我们家有4张，可以兑换4组回家耶。先把我们家4个人的星座选出来。我不知道我妈妈什么座，然后就在这里。我们已经对应好我们的生日颜色还有星座的图案了，很可爱耶。它都是精灵的。对，这组就是我们的纪念品，可以带回家让小朋友自己玩哦。这个魔法印章卡就是我们刚做的水晶印画的印章哦，超漂亮的。好多东西。对，诗啊，学院风的那种感觉哟、哦。喜欢的小朋友来这里可以试试看哦，超级漂亮的。这个不是普通的那一种，你们常看过的。这个是用了他们按压的盒子做成的哦。盒子全部都是用盒子做的，超多盒子做成的，也不知道有几个盒子了呢。是沙贝。精灵硬化学院，在这里呢，我们又学习了一些新的知识，又上了新的一课哦。哇，原来硬化这么有趣耶！我们下次一定还要再来，对不对？